歌呢就很有诗了。那这是一个发生在朋友的故事，发生在朋友的故事，在发生在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这首歌呢是一个关于那个失恋的朋友。哎，我刚刚在唱，我们刚才鼓励他走出来，然后不是鼓励大家失恋，不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好，然后，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最后一次。像疯人似的每天，今晚又说见了，明明知道可能心情回荡的，还是忍不住爱上了。的习惯怎么说的就变得，还是想你在每个睡前早晨，这次是真的不要了，你已经不要我了，那些原本该丢掉的，你知道我还有不舍。
可以不用回答的。我不再哭了，就像你说的，雨过了总会天晴的，我是懂得。一万个不甘愿又能怎样呢？已经学会不再幼稚了，我已经不再幼稚了，原谅我给不起你要的，我们就走到这里了。最后一次，谢谢。啊，这个失恋的朋友啊，希望他赶快走出来啊。反正失恋的越唱，我应该要失恋的，对不起大家。不，哎，我们好像都还没有介绍哈。我们是随波逐流，然后我叫做小沙，哎，哪有人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再介绍自己的？哦，我叫做小沙，对，沙子的沙，然后是来自屏东的卢凯族。那简单的用卢凯族的话跟大家问候一下好了。Nice to meet you。沙宝马甘纳勒。然后我是来自高雄，高雄市茂林区茂林037号二楼上铺。我叫燕鹏，中文名字叫做布布鲁。这个太详细了吧？我没有讲水电分开。好了，你今天比较……我有很详细了。好，有没有想要国小念哪里啊？国中。不要看燕鹏这样子哦，他以前是打拳击的。就聊这个，为了聊天而聊天。好了，再来今天随波逐流的最后一首歌，好吧？那如果有很久没有来到这边的最后一首歌，好的，没有，很快就会，应该很快，就会不要再拖那么久，六年。哦，对啊，对，差不多。距离这个随波逐流距离上一次来这边是六年前。那个时候我二年级。村长说他差点报失踪。好，这首歌叫做 It's OK， 然后副歌很简单，如果你有想要轻轻的一起唱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好吗？怎么瘦了一圈？
看穿你的疲惫，尽管总说无所谓，无所谓，我陪你醉。就算牵的已经不是他的手，就连呼吸都能清楚感觉痛。Yes I know。来来回回双人床无法入梦，干干净净忘记他，别哭太久，让他走。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 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这首歌好不好？ Try again, it's okay。 来，我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啊。Go, 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Okay, it's okay. 来，最后一次了。
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啊，那个宏伟哥哥，还有那个摩登乐团啊。哦，他们呢是非常非常摇滚的，好不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的作品，然后也支持一下他们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是随波逐流，谢谢谢谢。下课休息十分钟，那十分钟后就换到宏伟以及摩登猿人。那若是大家觉得桌面太拥挤的话呢，我们空杯空瓶可以先放置我们吧台的侧边，好放置。好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做收拾。那若是各位你的身边还有空的座位的话，请将您私人的物品拿起来，将座位让给需要的朋友们。那大家一起友爱彼此。若是真的位置不够，需要再添加椅子的部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好，那大家可以趁这个十分钟上个厕所，或者是再买一杯饮料坐下来休息一回。我们十分钟后见。